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源。现在的时间是凌晨1:25。洗好手，我有一个 plan 要告诉你们。Come on，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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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，OK， 来，小小伟，这样放倒什么？你要坐过来，坐过来啊！从我数到两个。镜头。OK，Lady and Gentlemen。Yeah。首先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笨尼哥很怕鬼。怕。对不对？我也怕。有精神，有文凭。没有。笨尼哥不止怕鬼，他还怕那种夸张那一种，很喜欢做大惊小怪的东西。他是真的非常胆小的。然后，事情就那么巧，贝尼是住楼下那一间房，然后阿旺今天刚好没有回来。所以他只是一个人住那间房间，所以我们的乖乖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好这几天，美女有没有听到啊？就是楼上，就是我们这一楼有嘣嘣嘣那种脚步声，弄到他很烦，他又在那边疑神疑鬼吧。其实都是我们在走路吧，他在那边疑神疑鬼，所以我就想要接着，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开头了，就是我们就要让他有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我们今天就让他听到了，不只是脚步声，是要配他，很明显的嘛。小伟，现在我们越做越 update 了，半夜也要配人。你除了配，你还有什么？啊！我代替观众讲了，你除了配，你还有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你不是垃圾。所以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小声一点，他现在在房间了，贝尼现在在房间了。OK， 来，要讲到这种东西，找你妈最擅长的，你跟他讲到讲。
都不是你没想到。他刚才的反应很好笑，你知道讲吗，孩子？是没有弄了没有？应该是还没有弄啊，就反应了。你看还可以笑呢。我觉得他像是神经病跟我们讲。讲话没有？是不是在讲我们？是不是在讲那种？他升级过了，他升级过了。真的，很吵哎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楼上，楼上在干嘛？给我们太恢复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先关掉重点。Let's go。那我们再一起下来。
大声咩？很大声啊！那就更奇怪了。是不是你们？没有，我要睡了。你要啥？在下面看戏，我要睡了。笑你不要玩。你还笑我？周围是只有你听到而已。笑啊！喂，你还在做梦？很吵。我刚才把电话打开一度了。哦，我一直听到这边。都是 Anson 弄的，没有，这一个是他的，你要打他的掉了。啊，你们这个收益我最大是谁？等一下 ，Campbell 是谁的 ？Video 是赚谁的钱呢？东西 post 了，谁赚钱？谁赚最多？就是他。没有。没有我的事，没有我的事，没有我的事。我太自由了，美女，我们一个人坐你这边的，真的。OK， 冷淡。OK。没有了，是我一个人。OK， 这 video 到尾结束啊。OK， 所以我们 Benny 是我们这一班的里面最胆小的，然后第二胆小就是迪森了，所以迪森总有一天会中招的。不会啊，我知道你们的套路了。等一下你还敢睡觉吗？还能睡得着吗？神回不过来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啦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可以睡觉了，晚安。